文哥，你去哪？山上干活啊。我也想去东汉晾衣服。你去干嘛呀？三次着凉，第二天就感冒，在家好好待着。啊，对了，我买了面条在柜子里，中午自己整理。哥，你中午就是光饼啊？哎，我有大餐吃呢，在家待着，别乱跑啊。再来切个猕猴桃，嘿，你跑来干嘛？哥，哦，让我看你吃独食了吧？这么好吃的大餐给我。嗯，这大餐味道真不错哎。那你没办法，现在我们也只能吃这大餐了。哥，等等，我给你加了一个大餐，噔噔。你干活一定很辛苦吧？给你准备了妹妹牌的爱心便当。哥，你吃吧。嗯，哥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还行吧。哎，你怎么不走？你的光饼大餐也很好吃啊，不能浪费嘛。拿，拿着。那你用什么？我这有办法。哇，哥，你还真有办法。小时候不都这么干的吗？哥，哎，你一半我一半，我们都是好伙伴。那刚吃完饭又馋了。哥，我的手都举酸了，快点。怎么了？我肚子疼。是不是吃坏肚子了？咱们吃的一样的啊。不是那种肚子疼。哪种啊？哎呀，哥，你去帮我买个东西。怎么，肚子疼还想吃东西啊？不是吃的，就是女生特殊时期要用的东西。哦，那个东西啊。哥，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去买啊？哎，给自己妹妹买有啥不好意思的？我这就去买。哥，你回来啦！啊，给你。哥，你怎么买那么多呀？我怎么知道你要哪一种啊？能买的都给你买回来了。哦。小叔，快过来把这个喝了。哇，谢谢哥。知道自己来了还吃吧，妈咪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呀。快点喝。哦。你干嘛？我准备洗头，今天流了一身的汗，头发黏黏的，好难受啊。你不知道这个时候要少碰水吗？没关系的。哎，来坐一边去，我帮你洗。哦。怎么样，手法还可以吧？嗯，不错不错，赞赏。还单闪呢，真把自己当太后啊！扫把头，哎呀，别闹，快洗！独角兽，哎呀，别闹！牛魔王，哎呀，外星人，哎，你还抢先啊？哎，洗洗洗。